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帅。就是有些肉友告诉我，他说你那有没有那种稀有的品种，我们没见过的。来，今天他来了，来，过来看看。这是一颗出锦的，看，这种的出锦几率特别低。来，桃袋，桃袋出全锦，这种桃袋真的奶白奶白的，特别漂亮。然后这个出锦，看这个。还有这个小暗纹的一个橙木露的杂交，这一颗太透了，你看看，就跟化水一样，但是它这个没有化水啊。来，再看看这个出锦的，这已经扎根了。再看看这个女王麦秆之类的，看这个小冰玉，这边全都是极品啊。来，这边看着带有暗纹的，带有暗纹的小冰玉。再来看这个，这一些都是稀缺品种啊，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，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得到啊。这是我一个朋友他自己收集的，太漂亮了。看这个，哎，剑丝诺娃出锦，不是，是剑丝诺娃吧？来看一下，太少见了，这种的品相太少见。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麦秆和女王之类的。